最近有街坊同我讲，喂 Chris， 我见美联呢排开咗好多新铺喎。冇错，美联物业喺疫情期间进行咗逆市扩充，而身处喺我后面嘅呢间美联分店就系位于沙田市中心沙田广场3楼41号铺。事不宜迟，等我为大家介绍下呢间新开分店啦。先同大家介绍新铺嘅外观，我哋呢间分店采用咗全落地玻璃式嘅幕墙设计，务求让我哋有个透明度极高嘅工作环境。另外喺幕墙附近，我哋亦装设咗展示楼盘资讯嘅广告灯牌，同埋全自动数据化电视荧光幕，等路过分店嘅客人都可以留意到本区最新嘅楼盘资讯。除此之外，分店极具地理优势。我哋呢间分店对正呢条连接住沙田中心同好运中心嘅大桥，源源不绝嘅人流为我哋带嚟更多嘅商机。呢间分店有两大卖点，第一个卖点就系我哋嘅同事素质。我哋嘅同事都系非常之有活力同埋非常之年轻能干嘅，你睇下佢哋几 young 几 energetic 啊！而第二个卖点就系我哋会为顾客带嚟宾至如归嘅款待，每一位入内嘅顾客，我哋都会为佢哋量体温同埋消毒嘅。另外，店内面都有食水供应噶，我哋嘅同事亦都可以好贴心咁样为客人递上一杯水嘅，等佢哋倾到口干嘅时候都可以有杯水解下渴啊嘛。好啦，铺我就介绍完啦。嚟到最后，我哋要隆重介绍翻我哋嘅主管 Thomas， 佢话有句说话想同大家讲下嘅。Hello， 果然系我哋嘅主管，化人化语够精简。不过我循例都要讲翻句，我哋嚟紧未来会继续聘请更多人手。如果想加入我哋条 team， 认识喺一位咁幽默嘅主管，欢迎 join us。